原标题：抗战中徐海东用了啥妙计？日军连队长怒斩手下18名小队长。1939年11月，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树夫在滁县、全椒、朝鲜等地集结兵力，对新四军占据的淮南路西地区进行大扫荡。这时新四军在路西只有两个主力团和一个刚成立的新兵团。七团驻州甲岗是滁县一路敌人扫荡的必经之路。